你们可有什么挽救的办法？都说群龙不可一日无主，我们已经沉沦了三年，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今天我号召所有长老，又建一名代理之主出来，重新统领雪域，挽救危机。直到信物再次出现，再走。我同意。可没有血域之王，谁来代理血域呢？谁拥有信物，谁就是血域之王。大人，你休息了。当年为了拿到雪域信物，害你追杀王座，到最后被人搅了局，导致人物两空。大人，属下不能，请大人责罚。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，信物和王座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。是，大人。